关于黑肚子虾龟。像这样收到的可能会有个别肚子是这种颜色的，不要害怕，这不是坏，它就是里边的黄还有紫啥的，这个季节蒸熟之后它可能会容易变色。然后这样的变颜色的一般都是比较大个的虾龟，你就像特别严重的我都给你们挑出来了，然后就稍微有点的你们知道就好，看里边都是一样的，而且这种一般都是特别特别肥的。而且现在这个季节，不管大的还是小的，肚子都是鼓鼓的，特别肥。